咁啊，依支個股推介係熊貓，係貓眼娛樂1896。咁啊，經濟日報投資要話咗揀選原因係每年春節檔期，內地電影市場都會進入旺季，咁市場預期春節期間總票房有望創歷史新高。其中貓眼娛樂業務覆蓋產業鏈中上下游，咁啊就預料咧喺春節電影旺季之中最受惠。盈利能力方面，受惠於電影業喺疫後持續復甦。咁啊，按彭博作券商嘅預測，貓眼娛樂去年盈利出現強勁增長，盈利按年增長6倍，去到7億7千萬，毛利率回升去到50.9%。2023到2025年盈利年複合增長率達到1.1倍，毛利率亦都逐年回升。走勢上，貓眼娛樂股價自2022年底以來反覆向上，近日回試上升軌，昨日收在8.71元，策略上短期上升軌大約8.4元，如果不失可以在這個水平買入，否則就要等候8元以下吸納，目標提前高位10元區。